且那个陈意涵进步很大，谢谢，还在飞呢 ，still flying。我觉得他们那个哇，气势真的很大。我有感觉到大家都享受在其中，像比如说席君，就没想到哎，他也可以跳成那样。他在台上跳青鸟的时候让我很感动，因为你看到了那个活泼的那个也可能会成为二次元的他，包括陈意涵。这个是乘风节目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我们可以逆风而行，我们可以乘风而上。掌声送给 Amber 联创队青鸟，这是多少人的青春啊！有请姐姐们来到舞台中间。与此同时，在这里特别感谢湖南大学舞蹈社、湖南师范大学武当山表演队以及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Make Sky 街舞社的同学们，谢谢各位同学们带来精彩的伴舞，谢谢。先请姐姐们一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是想去青岛的六只青鸟。去青岛，就因为选歌的时候你说青岛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Amber Bird， Amber 刘云。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ry Bird， 愤怒的小鸟谢欣。哇！蹦。我觉得我撞的，大家好，我是刚刚被撞伤的 Morning Bird 陈意涵，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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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大家好，我是爱熬夜的小猫头鹰 Gina Alice。 大家好，我是 Stupid Bird 刘惜君。 No！ 我是笨鸟。 我是 Stupid。Smart， OK OK， 我是 Smart Bird 刘惜君，都是我。我说我是笨鸟嘛，然后我觉得我就是笨鸟那个快点飞，对，然后我也很喜欢我的队友们，然后很开心在一起能够做青鸟这首歌，然后我非常快乐，谢谢大家。我是小鸟。小美，正好到了小美，你觉得这次当队长顺利吗？我很紧张，很那，我很不安。但是，Amber and 许金 and Jenna and 依涵，谢谢，everybody， 大家姐姐们，帮助小美 ，Yeah，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本当にありがとう，爱你，谢谢，谢谢大家啊！我当时也在线上看到 Amber 和小美当时抢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超级的开心，是不是？当时的心情怎么样？我就还没有想过我能在乘风的舞台上，就能唱这首歌，是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我就很，我觉得我很幸运。那小美呢？抢到这首歌怎么样？我非常喜欢动漫的主题曲。动漫的主题曲。主题曲。主题曲。所以非常开心，谢谢。是的。谢谢。但我们队伍当中的其他成员也为了这首歌做了很多的准备，是不是？大家讲一讲。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爱看动漫的人，然后我觉得动漫它有那种热血可以感染人，就是你去听那个歌词，你是真的很容易被那个热血感动，因为你后面会有很多画面，就是这个主角怎么成长，然后怎么样经历他的过程，然后最后怎么样。我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你们刚刚也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很努力的练习，然后带给大家的那个力量。那么接下来那个非常紧张的时刻要到来了，各位，如果你们支持 Amber 联创队的青鸟，就请投送的乘风值是06号。60秒倒计时，现在开始。Are you ready? Let's go! 准备好了！嘿嘿嘿嘿，青鸟，嘿嘿嘿，我们是青鸟，我们是六号，在那边，快来投票！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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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
好，时间到，投送通道关闭，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各位姐姐们，我们再次有请谢娜联创队当马旦的各位姐姐们回到舞台上，太好看了，太好看了，你好棒啊你。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见证的是联创队团秀1v1v1比拼的最终结果。首先，刚刚谢娜联创队的刀马旦的乘风值是816，那么安本联创队的青鸟的表演究竟是否能够超过谢娜联创队的刀马旦，成为本轮的第一名呢？最终结果，请看大屏幕。そして最高のメンバーです。みんな自信を持って自分に。我猜青鸟赢。我也觉得会。恭喜 Amber 联创队青鸟获得841乘风值。哇 ，very high score。截止目前为止，排名第一位的是 Amber 联合创始人队，谢娜联合创始人队暂时位列第二，艾拉联合创始人队目前暂列第三。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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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姐姐们辛苦了，谢谢。啊，姐姐们可以到休息区稍作休息。辛苦了，谢谢。よかったって感じですけど。やっぱり本当に、みんなのサポートがあってのこの結果だと思っています。对我们表演满意吗？当然很好啊！我已经猜到，我说40多吧。啊，你40多了？我说猜分数840多。那也差不多了。我看，不像啊。小美，你在看什么呢？友達が写真を送ってくれました。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啊？10年前。10年前？你的皮肤状态看起来跟10年前完全没有区别啊！你是怎么做到的？自分は使うもの食べるものにはとっても気を使っています。特にスキンケアに関しては。ほら、これずっと使っている SK2 のエッセンスですよ。我用神仙水也好多年了。神仙水。神仙水是昵称，因为大家都说它很神奇，什么时候开始用，皮肤的状态就好像停留在那个时候。哇，神仙水，可愛いね。听说这里面的 Pitera 是天然酵母来的。是啊，做米酒的。老爷爷，原先很多皱纹，修出来很光滑。怪不得 Pitera 是这么神奇的抗老成分，而且神仙水里面有90%的 Pitera。真的很厉害，齐俊，我们要不一起拜拜拜？好啊！现在我们马上开启师姐帮帮唱。五万！各位已经期待很久了。首先登场的是师姐帮帮唱的第一组，我相信他们带来的歌曲会马上点燃全场的观众情绪，而且你也会跟随着这首歌曲一起来到一场属于姐姐们的午夜派对。那么这首歌的帮唱师姐是谁呢？就是来自第三季拥有绝佳表现力的全能王牌 Jessica 郑秀妍师姐。现在就有请谢娜联创队的队长谢娜、猪猪姐姐以及帮唱师姐 Jessica 带我们一起进入这场派对吧，跳一曲《午夜恰恰版》。恰恰恰恰恰恰恰，加油！直接喊了，直接喊，加油！闪耀全场啊！闪耀全场！闪耀全场！都 You remember everything? 一定要有戏感。I don't. You remember? I wanna freestyle it out. You wanna freestyle it? Rehearsal is great. I'm so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performance. Thank you. You already know, right? Yeah. Remember, I'm watching you. Okay. Like we practiced. Okay. I'll be watching you too. Oh, that's true. You will be. Go, go, 加油 ！Number one, number one. 加油！三个 Jessica 的感觉，对，就很像。